江宜官新港乡公所举办111年新港有够赞特色农牧产品暨社区志工表扬，将在12月初3和初4一连两天登场。现场有精彩个趣味的舞台表演活动，五宝 DIY 和新港在地的农业产业来展售，都是要来表扬着新港的社区志工无私的付出。欢迎大朋友、小朋友小少到新港来佚佗。盖棺新港乡公所110年新港有够赞特色农牧产品以及社区志工表扬，将于12月初3、初4两天来登场。现场有精彩又个趣味的舞台表演活动，五宝 DIY 以及新港在地农特产业，同时表扬新港的社区志工无私的奉献。欢迎大小朋友小少来新港佚佗。新港有够赞是咱每年一年一度拢伫这东尾这瓦岭这所在来推销咱新港的农特产。会使讲新港乡的农产品真好，特产吼，咱真正看到遮，就咱的新港园、咱的新港糖甲咱的农会所这边、咱农会这边所有农产品，今仔拢会咱新港有够赞拢会推荐伫咱这个现场内面。新港有够赞有五项，就是咱的tomato 彩色甜椒这洋基整花加咱迄个胶主头加迄、那个新港鱼吼、所以伫咱拢每一冬以两线时月来推广咱新港这个农特产，所以伫遮吼要拜托大家12月初3、初4，就是拜六礼拜会当来新港行行咧，来遮有食，搁有掠，所有人来。拢有奖品吼，所以人来吼。新港是稻米之乡，新港姓名的新河米以新形象来展现。有首推吼我们的新河米，我们新河米就是新港的品牌。那这一次的这个包装也是重新来设计的。那台南的十号在这一次已经抢购一空，那一把它推入。百货公司。新港破秋咧有小番茄、彩椒、高枝头、洋桔梗、新港鱼、糖仔饼等等的系列。阿给人脆气，男女老少都适用，很好吃，真的。两天甲大家见面，来参加体验过才知影地方产业文化创作咧。现场也提供免费五宝 DIY。第二天将表扬新港的社区志工，传达志工精神、关怀、专业服务、利他助人五个核心价值。新港除了丰富的物产以外，更具人文特色，更是好客、热情、美俏的故乡。细心是无错，民同新港乡长不得。用一句话来形容，幸福会是什么？光着脚踩在土地上，两句话呢？我阿公常常拢讲，人生有诶无诶代志，你足济啊，咱着尽量较简单诶。三句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山好水，自己的家庭在这边去做自己喜欢的。幸福对我来讲，就是可以吃到产地最新鲜的蔬果，所有的食材新鲜是非常重要。所以台湾的很多土产现在都变成精品，送礼就是要送国内的东西才能。阿公老早，老早，老早，来，我给你看。1、2、3、4、5、6、7、8。这个废校其实给社区的民众其实带有很多的一些以前小时候的回忆，但是因为它废除之后，变成是他们的之前的记忆好像就被终止了。嘉义县我们就第一所，那用皮钱汇去学校，那把它转型变成所谓的老人的照顾空间，那它有日间照顾中心，也有所谓的巷弄长照站。情侣交谁？啊，阮家是足清幽的啦，经理安尼是足清幽。像以前那样热闹，那热闹嘛。啊，不过较早是拢囡仔啦，啊，即番拢变成拢老人了嘛。这是一个我们未来必须要去清点清查，创造更多的学校被除役了以后。怎么样让它赋予新的生命，变成照顾老人的天堂？